润发接受访谈，提到当年丧女之痛，因为两个人同伤悲，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，我只有不停地鼓励太太。据香港媒体报道，周润发接受专访，谈到电影票房，周润发只从不介意自己早期是票房毒药，每部戏都有命，不一定表现得好观众就喜欢，可能一部戏演得很烂他们也喜欢，我演过的烂片占 90%， 好的不到一部两部，虽然很多电影不是很好，但作为演员我尽了本分。他笑说，演得烂但演得很好，因为烂了戏很难演，要演得烂是很难的。访问中，周润发也有提到当年丧女之痛，使自己当时很快就释怀，因为两个人同伤悲，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，我只有不停地鼓励太太。当时我处理压力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做运动，爬山，出出汗就好了。最重要是性格，我特别的乐观，什么都不看重。一早已经讲过会裸圈的周润发身家丰厚，但对于拍戏收取片酬一事有自己的看法，问到能否不收钱拍一定能获奖的电影，发哥说肯定不会。虽然成立了基金会，未来会把钱捐出，但赚钱及片酬是一种形态，每个人都应该守规矩。我依然有赚钱的动力，赚钱是规矩，动力在演戏，放钱到基金不是动力，演戏才是，演戏是心中的兴趣。郑玉玲四女朋友跟老婆专访中也讲到发哥的感情事迹，他表示自己很花心，对每个美女都欣赏，他在电影中谈了很多次恋爱，虽然戏是假的，但投入的感情是真的。在电视台时，郑玉玲微博跟他演过最多对手戏，他提及有两年的时间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个见到的就是郑玉玲，两人的关系既是朋友又是女朋友又跟老婆，很甜蜜。对于过往拍过的电影，他会向观众推荐秋天的童话，